前首相敦马哈迪与巫统之间的裂痕覆水难收。巫统总秘书东郭安南今天见指敦马，指这位曾经带领巫统治理国家的前领袖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。敦马不只是将现任党主席拿督斯里纳吉拉下台，而且拖垮整个国政，而巫统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。东郭安南今天在国会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，敦马和反对党连成一线，明显就是想要谋害巫统。尽管如此，他并不认为敦马收集到的百万联署能够发挥作用。东郭安南甚至批评不少参与联署的民众都是不了解情况的学生。他同时炮打前副首相丹斯里穆尤丁和敦马之子，击打前大臣拿督斯里穆克里，抨击两人联合反对党破坏巫统，而党纪律局将会进一步追究责任，制定处分。